忙活买点黄瓜，买点猪肉。啊，那咱还端个嘛回去呗？那是买的罐头，赠个大碗，那都好。嗯，咱回去整个肉炒黄瓜钱。那行，大碗都好了，不容易。搁点盐，给它杀一下子。给它杀一个小时。杀出这些水，给它攥出头一下子。搁这提布控下水，给它压一个小时，给它压好点。往下行根儿，底下得压不少水呢。你看压多少线线的。张丹娜了，过来整了吧。那锅里倒点油，肉搁里。蒜、小米辣、酱油、蚝油，黄瓜条，水淀粉、鸡精。好了，出锅。我的老家，哎，就住在这个村儿。我是在这个村里土生土长的人。妈，给你粥。嗯呢。黄瓜闻着味儿的紧的味儿啊，那脆上面，那搁点肉炒没底的。稀碎哈。嗯。这里边黄瓜更香啊，黄瓜咋整都好吃，比肉都香。那你干不能吃黄瓜。因为我煎俩鸡蛋了，这得等待啊，还得下，没下完呢。今天才煎俩呢。嗯，今天才煎俩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